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尼古拉斯凯奇的电影。但这部电影不是什么冷门，而是佳作，《极速60秒》。电影的制作人是大名鼎鼎的 Jerry Bruckheimer， 好莱坞的鸡排金牌制作人，什么《雷霆之日》的印地赛车，《壮志凌云》的战斗机，《红潮风暴》的核潜艇，还有《世界末日》的航天飞机等等等等。反正他制作的电影，交通工具就算是倒了血霉，有了用武之地了。所以这部电影也不能破了规矩。在影片的开头就充满了速度的节奏，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所以在正片没有开始期前就已经期待满满。背景画面全都是充满了违和感的全家福，就是 P 的一点也不像，还不如我当然不会 P 了。仔细看就是凯奇和汽车，仔细看就是兄弟俩和母亲。其实细心的小朋友在歌曲的背景中就能看到这个家庭并不顺利，因为影片的背景是奖杯，然后有父亲的全家福，后来是骷髅头，凯奇和弟弟慢慢长大，各种汽车模型，兄弟俩和母亲在游乐场的全家福，修车厂兄弟俩与朱莉的合影，后来就是V8引擎和兄弟的合照，然后就进入只有弟弟和母亲的合照，而且面无表情。其实这里导演已经告诉我们大哥已经不见了，然后就是弟弟长大戴着墨镜已经成了小头头，桌面上都是各种汽车配件，汽车钥匙，各种钥匙，还有各种代替钥匙的钥匙。而最终画面定格在了四儿子 4S 店911面前，终于来了，晚上23:58，小头头弟弟带着跟班一起找回家的路啊，当然不是了，是在找911。本来应该按照地址去偷的，但弟弟肯定觉得4S店品质要好一些，这还不如去警局自首。弟弟十分专业的说，我要从后备箱里拿一个专业的工具针头，当然是一把砸向提前准备好的钢化玻璃，树脂玻璃，顿时警报响起，马上拿起车钥匙找了一会儿车，等着怠速上来啊，不，当然不是，是迅速启动。门口小弟的车辆此时居然打不着火，这当然是导演的计谋了，虽然很老套，但依旧很过瘾。此时家中的同伙在等待911的回归，但弟弟开着脏车在等红灯的时候还在撩妹，哇，这个妹太正了，大哥对方 GTR 性能不会在你之下，所以在80英里的速度下飙车，成功的吸引交警和空姐和空警的注意。洛杉矶太腐败了，这事还要麻烦空警吗？家中的黑板在此光灯下照映出了一大半的倒车名单，全部是稀有豪车。而这时911也回家了，但不出意外的是，警车和空姐和空警也跟着一起回家。而这帮小鬼们马上清理现场，并把车钥匙全部拿走，他打碎了紫光灯泡。细心的黑警和助手来到现场，看到那么多的被盗车辆，又分析他们的手法，觉得很专业，那就是少了些什么。其中被盗车辆还有广告宣称永远防盗的奔驰，所以他们敢肯定这次肯定有内部供应商的人为他们提供雷车钥匙。这个黑警非常懂车，并要求把这些车辆扣留一个月，并说车主是汤姆克鲁斯也不行。其实黑警知道这些专业的盗车贼找到这么多的高端车辆本身很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倒卖出去，先扣留车辆，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临走的时候踩到了紫光灯的残渣，出于职业习惯就留存了一小片。时间到了转天周一的下午2:15，帅气的凯奇出现了，他原来叫 Memphis， 是个非常专业的赛车导师，我的天哪，是幼儿赛车导师，对着小朋友们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就喜欢这种态度。而在这时，以前同伴找上门了，说出您弟弟惹祸了，惹了一个叫木匠的好人啊，不是，他是个大坏蛋，现在整个场地都给他管了，需要一批豪车，但是您弟弟从众多竞标团队中脱颖而出，因为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哥哥 Memphis， 就是更加专业的你。而当晚 Memphis 决定去营救弟弟，在同伴的推荐下与坏蛋木匠见面了，木匠一脸清秀，并不像恶人，表示自从你吸引之后啊，不是，是你退出江湖之后，汽车失窃率降低了 47%、啊、天哪，从哪来的数据？边走边说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讨厌冷酷丑陋的金属，很喜欢温暖的木头，纯洁干净，因为来自于自然。心想这时候你别再跟我扯了行吗，我从头到尾也没说木头不来自于自然，对不对？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把弟弟给我，只要你把他给我，我也没说我不来自于自然，对不对？ Memphis 只想知道弟弟的下落。木匠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单，有50辆汽车，需要4天后早上8点运到14号码头，就能拿到$20。而大名鼎鼎 Memphis 的弟弟来找我，他口碑很好，所以我把工作交给了他，并付给他$10,000。Memphis 本来就想欠债还钱，赶紧了事，马上把$10,000拿出来放在木匠的面前。但事情远远不像 Memphis 想象这么简单。木匠表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我拿不出车，就会像个傻瓜一样失去我南美的朋友。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 ：Do I look like my car?走。而 Memphis 却说 Yeah。 木匠一把把钱追到 Memphis 的脸上，并展示了他用木头做的第一个棺材，真的很漂亮。木匠将 Memphis 带到了汽车垃圾处理器面前，而边走边说压每一辆车只需要30秒，$80,000，也就是72,000斤的力气。 Memphis 仔细一看才知道弟弟和汽车一起被塞进去了，
机器此时突然开动，而 Mephisto 在被迫无奈下只能答应木匠的条件，继续做老大，而不是是继续完成任务，把那辆50辆汽车按时交付，不然他知道跑到哪里也会被找到。现在距离最后时间已经只有72小时了，回到家中看到弟弟现在生活真是一团糟，但无论怎样 Mephisto 已经回来了，黑警已经找到线人来询问下那帮倒车贼的资料。而此时 Mephisto 来到一家小餐馆，原来妈妈是这里的服务生，显然生活过得并不容易，但看到 Mephisto 还是非常高兴，向妈妈表示这次回来要拯救弟弟，就必须要做一些你不让我做的事儿。而在旁边吃饭的警察居然看到了大名鼎鼎的 Mephisto 回来了，吃惊的马上通知了黑警。刚从餐馆出来，黑警已在门口恭候了。而 Mephisto 说，我们这次回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想看看是 Shaquille O'Neal 打球，因为他的球技炫毕了。黑警却说，你别说了，还是听我说吧。前两天我扣了一批被盗车辆，手法不错，但却不够聪明，但我怎么就会觉得非常像 Mephis， 而今天咱们就碰面了，你告诉我巧不巧。咦，怎么那么巧啊。黑警表示，因为伊利诺6年前你退出江湖才保全性命，所以今天我会对你一样和蔼和亲，并表示从现在开始，只要你不走人行横道或者垃圾不分类，我就把你关进监狱，当你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开车了，开飞艇。而 Mephisto 已经知道了拯救弟弟必须要组建团队，先来找他之前的合作伙伴，他俩凭借着声音就能分辨出哪场赛车比赛，以及汽车型号和 V12 引擎当时的转速，比赌神还要厉害。Mephisto 说出弟弟的处境，想让大家来帮帮忙，就是50辆稀有豪车在3天内搞定就行，也不是很难。不行。电话打过去也不是一帆风顺，有的坐牢，有的找不到，有的目前真的很难，而有的已经在来的路上。黑胖是个优秀的驾校教练，看他学员的车技就迷目，还有一个是不说话的入殓师，这家伙是个狠人，直接把吃一半的三明治放在尸体身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朱莉，我们大家的朱莉，哦，他也是行家，只要扫了一眼轮毂就知道刹车轴有问题。而 Mephis 又凭借赌神的功夫听出了左边气缸也有问题，而聪明的朱莉一下就知道谁会来了，但因为当年分手的事情，所以见面还是很尴尬，表示现在又想不犯法养活自己，就必须要打两份工。而 Mephis 说出要朱莉帮忙，其实朱莉因为恋情的关系没法去面对，婉言谢绝了，所以 Mephis 也知趣的回去。而在路上遇上一波新出道的同行，这时狠人入殓师及时出现才得以解救。啊，你们不知道他是变种人吗？而在当晚，哥哥说出当时出走的理由，因为自己中枪，朋友也逃跑，还有的坐牢，所以不想再把这种生活带给弟弟。而这时距离交车仅有42小时，黑胖在那50辆汽车名单中发现了 GT500， 也就是伊林诺。此时弟弟和同伴也来了，上来就一言不合开始争吵，黑胖也服了，表示这也是他从来不参加家族生意的原因，但这些小弟都会各有所长，是各个领域的行家。而这边黑警也没闲着，居然找到了奔驰车商的嫌疑人。我们可待你不薄，还不像组织交心。嘿嘿，并要求这位大哥，只要他们再来购买雷射钥匙，就必须电话通知警方。然而，这边还在计划偷车的他们，并全然不知，他们分头行动，有的入侵保险资料库，而黑胖去了车管局直接查车。更稀有的车辆 ，Mephis 就会亲自上阵。这位大哥来到法拉利店，表示自己已经来到洛杉矶3个月了，有财富，有品味，但却没人理我。销售表示，别着急，一辆法拉利就可以改变你。于是 Mephis 看着法拉利说，哦，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我在马路边看到了3辆，这让我想起太多有钱又放纵的笨蛋。而销售此时已经觉得没有能力再为他销售了，而 Mephis 说出了名单上的车辆。蒙圈的销售表示，您可不是笨蛋，您是鉴赏家，虽然我们这里没有，但仓库会有一辆。但大哥只问仓库里还有什么车。 Mephis 的团队来到码头看一看当晚怎样装车。这时候我们的朱莉来了，他可不是自己来，是驾驶着一辆99年的 Oxster Series ORR1。我只想说，这辆摩托车全球限量只有300台。而这边团队的成员果然去取奔驰钥匙，知情的黑警顺藤摸瓜，并看到之前他们所有的成员，但因为他们太聪明了，所以不敢盯人，只专注盯住奔驰车。而团队成员把这些车辆全部编成女孩的名字，这样即使监听到了也听不懂。计划是第一晚摸清所有女孩的住址，第二晚全部拿下，这样即使有人报案，转天也无从查起了。团队的伙伴们在当晚很好的诠释了人生并不是活在环境中，而是活在心境中。夜晚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沿途的车辆，只在乎你看到车辆的心情。
拿起照相机，我们都是陈冠希。而 Memphis 当晚在给奔驰摄像的时候被黑警一览无遗，本想当时你动手我就抓人，但只是拍拍照就走人了，这让黑警非常迷惑。而这边进到伊利诺以后， Memphis 还是非常激动，因为他只要偷这辆车就会有事情发生，比算命还要准，时而高速翻车，时而跳进黄河。所以我先打个招呼，在影片中他们要动手的这辆伊利诺的峰值已经达到了700匹。其实很多懂车的小伙伴们就会说，现在的超跑动辄就要1000匹了，但那些是比较均衡的车系，但当时这辆家伙的底盘极其脆弱，还有海绵宝宝一样的悬挂，所以在暴起之后只要技术稍微不好或者驾驶不慎就会必然翻车。而在700匹马力的车辆暴走下，要是翻了车就是兔爷掏耳朵崴了泥了，可想而知里面的豆腐脑会怎么样，而不是是里面的人会怎么样。所以 Memphis 要驯服这头独角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当晚和弟弟在回行的路上又遇到了那帮冤家，而不是是遇到了那帮同行，上一次有了狠人救你们，但这次你跑不掉了，直接开枪火拼，这边猛跑，这边就猛追。话说劫匪枪法神准，不是打背心就是打飞机，不是是打攻击。而他们一直追到了警察所在的咖啡厅才罢休。于是 Memphis 向警方报案，有同行追我们。警察说为什么？因为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Memphis 在咖啡厅内耗住了劫匪，而弟弟出门却将劫匪的车轴套在了卡车上，尝试了一下静态体验1000匹马力的滋味。所以奔驰车一刹那间出了一点小毛病，于是就停止了追逐。已经到了最后通牒的24小时，晚饭回来的小弟弟偷了一辆路边的卡迪拉克回家，正准备炫耀，而 Memphis 一伙马上就上前训斥了小弟，并质问你居然偷了一辆名单上没有的车。而仔细的伙伴查看后备箱内才发现是一车的海洛因。对，没错，这个小伙把黑帮交易海洛因的车给偷来了。而大家正在争吵喋喋不休的时候，此时黑警来到了门外，屋里的小伙伴们瞬间惊呆了，这叫好事成双，而不是这叫祸不单行。伙伴们马上凝成了一股绳，有的藏工具，有的拉黑板，还有的清理现场，总之同志们干得热火朝天。黑警进门后发现一看，哎，大伙都在，和蔼可亲地问这是什么聚会啊。老中青三结合，打造一个朝阳产业。跨时代偷车贼吗？老中青可都有啊。 Memphis 表示我们是在聚会，一会儿唱歌跳舞还要烤串。看 Memphis 那样诚恳的表情，黑警当然不信了。而黑胖极力掩盖刚才散落的海洛因。黑警观察四周非常不了解，你们这有39年的福特，还53年的菲亚特，却还有一辆83年的凯迪拉克，这都是一套吗？溜肩膀的大裤衩，哪爱不耐哪？你说西红柿白菜，我说火红年代；你说前门楼子，我说几？好了，我们接着看电影啊。黑警马上呼叫总台询问该车是否有盗窃，而在观察的同时看到了电台调频波段，但知晓该车没有失窃后，还对 Memphis 不依不饶，怀疑你是不是想把车分解。而聪明的 Memphis 想让黑警直接把车开走，来来来，体验一把4.1升 V8 自然吸气的引擎，结果恰好把地上的卡洛因吹散。面对了这帮老油条，黑警说出了我们下次见。而出门后，黑警凭借着电台波段就知道他们晚上一定会动手。时间终于到了，而当晚他们各自去准备着独特的出发仪式。时间还剩最后12小时，开始了大显神通，各显其能。他们既专业又保守，他们一面抓落实，一面抓创新，一手抓经营，一手抓研究。他们时而前进迂回，他们时而左右徘徊。就这样，为着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不好意思，就这样，一辆一辆的小车从班里的板报中划掉了。此时黑警并不知道他们计划偷多少车，而只能在奔驰面前守株待兔。虽然所剩时间已经不到10个小时，但距离50辆的车任务已经越来越近了。而 Memphis 果然来到奔驰面前，在下手的时候发现不对，他查询到了前面那辆商务车，于是马上回到车中跟照片比对，而发现了车停在昨天不同的位置。说明车根本就不是房主的，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于是通知电台不要带奔驰小姐回家。然而总部的小伙伴们还在把玩着上次警察扣留奔驰车的钥匙，而 Memphis 深知没有奔驰车就不能完成合约，于是决定冒险去偷警局里那3辆扣押车。但此时钥匙居然让狗狗吃了，狗肉火锅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而不是遛狗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在泻药的帮助下顺利成功，最终双手挖出了钥匙，不是最后弄一手拿回了钥匙。而此时没有线索的黑警继续找到了倒霉蛋，而不是找到线人。得知 Memphis 这次回来是为了给弟弟解决问题，所以才被迫冲出江湖，所以和木匠做交易。回到警局后拿到这个大魔王的案底，比我们家房产证还要厚，不是是比咱们，反正就是很厚。然而专案组的成员一把把资料抢过去，并表示他将会以一级谋杀罪名起诉，所以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该死的盗车案。
黑镜已经察觉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时 Memphis 正在跟女友开车，是正在偷车，手法极为细腻，还是极为专业。还好女伴为了方便坐在了中间，坐在中间是为了踩刹车。这时 Lambert 已经到手，距离最后时间还剩仅剩6小时，团队成员被迫无奈回到了警局偷奔驰车。小黑黑使出浑身解数来分散警察注意力，另一边奔驰顺利到手，而此时一头雾水的黑警拿着紫光灯重新返回了犯罪现场。哇哦，他们看到了太多了，就他们两个人难以掌握，但黑警看到了伊利诺 GT500， 他非常了解 Memphis， 知道他会留着这个最后一口吃，因为他怕这辆车。在时间还剩3个小时的时候，变主人和小黑来替悍马，但车中的大蛇去跟他们做起了游戏，导致汽车失控，而倒霉的警察恰好遇到了他们。可想而知，当你和一辆6升V8带增压电喷柴油机的汽车顶牛开，你不用想也知道什么后果了。其实当时剧本并没有想让警车滑下坡，只是因为对方马力太大了，他们稍稍一给油，警车就滑下去了。已经48辆了，此时还剩2个小时。小弟在偷房车的时候果然出现失误，同伙顺利被警方击毙，是被警方击中，但万幸车没事。那部车跪就跪在这里，不管人撞得有多严重，车子都不会有事啊。就剩最后一辆了，1个小时，黑镜已经查到最近伊利诺的所在地，并想和 Memphis 来个偶遇。而在动手之前，朱莉还是深情地看了一眼他，心想这次不要再出什么岔头了。而 Memphis 在动手之前也是一通化疗，而不是一通道歉，并保证 You take care of me, I'll take care of you。 黑镜顺利地与 Memphis 偶遇，开启了城市的追逐大战，一会儿正着开，一会儿又倒着开，坚持采用了我军制定的方针，敌进我退，保存实力，敌驻我扰，疲惫我军，敌退我进，打击士气，敌疲我打，集中火力。就这样把城市弄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杂乱无章，蓬头垢面，并最终肇事逃逸。 Memphis 一看城市也没啥意思，套路太深，不如回农村不如回到码头赶紧交付。但在警方的协助下， Memphis 顺利将车开到了房屋通道，好像此时车内多了一个零部件，就是刹车制动，因为貌似他根本就不需要。而在刚刚的热身已经结束，是时候展现出男人真正的技术了，是时候体验出这辆野马真正的威力了。而聪明的黑警一看城市都追不上这个家伙，到了直道就更没戏，所以马上请来了空姐。其实还不如请空姐过来试试。而空姐的到来也提醒了 Memphis， 其实我觉得他要不来还能再玩一会儿。防空通道里，这辆猛兽一直在加速，在氮气的催动下迅速逃离了空警的视线范围。对，没有听错，就是空警的视线范围。因为在这里要科普一下，这辆60年代的老古董是非常喜欢跑直道的，它是一个前置后驱的怪物车。影片中的这辆伊利诺的峰值达到700匹，而在城市中追逐的场景完全是 Memphis 的技术，但是到了直路上才真正能释放出这辆 Lady 的潜能。一般来说，民航的速度在600公里每小时，当然直升机的速度会比它慢，限制在277公里每小时。虽然警用机有特权，但速度再快也很难超过300公里每小时。而在防空通道内，里面的桥梁和隧道降低了空警的速度，而 Memphis 在9000转的最关键的情况下启动了氮气。看过《速度与激情》的小伙伴就知道，唐老大都是在最后的时期才启动氮气，而前方没有障碍这么好的路况下，开出160英里后还能提速，换算成公里，也就是肯定在260以上，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而是真实存在的。刚开始还是在说我会紧跟他，而最后驾驶员只说了一句 This is not Apache。 而在这时，在医院时候的小弟知道哥哥当时并不是为了逃离，而是母亲怕步入他后尘，所以让哥哥远离这个家，远离他。但是没想到最终还是到了今天。而这时距离交付还剩25分钟， Memphis 不慎将后视镜折断。哦，他充满了像女朋友一样的自责。这时赛场依旧，悄悄地来到了港口船屋。不一样的是，黑警加入了追逐，跟拍档说：“你看我嘛意思啊？”参与其中后才发现 Memphis 的车技如此了得，还有刚才的追逐是多么的惊险。而 Memphis 来到港口后，依然把港口搞得每个人都像吃了伟哥打了鸡血一样。他们奔走相告，激动的整天都没有合眼，也没法合眼。他们工友们看到 Memphis 的到来，把港口搞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井然有序，有条有理，清清楚楚，层次分明。哎呀，实在编不下去了。而在技术和时间差的帮助下， Memphis 顺利地躲过障碍物，但后面的警车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来了一个漂移，是横移，直接穿墙而过。后面的黑警惊呆了，心想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哪里是偷车啊，简直是玩命。但时间还剩下4分钟， Memphis 误判了早晚高峰的路况，成功了堵在高架桥上，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实在是没道走了，要是电动车就能过去了。但 Memphis 在保护家人的使命下，成功地借来了电动车，决定放手一搏，加速从拖车上坡飞跃过去，走向了成功的不归路。那还能成功？玩命的情节开始了。而后面的黑警看到 Memphis 的举动，彻底惊呆了，心想还是不对呀，哪有这样偷车的？你这车里得多少美女呀？
你这肯定有事儿啊。由于 Memphis 这顿操作猛如虎，所以成功的将50辆车变成了49辆半。而就在此时，我们的幸运女神一眼眷顾了 Memphis， 时间刚好超时了。木匠早已经决定让 Memphis 上断头台，此时交付最后一辆车的时候为时已晚。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但了结的不只有车，还有 Memphis 本人，不仅挨揍还要被处决。而这边倒车组的黑警已经成功的钻进了牛角尖，把自己当做了重案组的 Madam， 不是，把自己当做重案组的成员，要到木匠的老巢去追 Memphis。 这时弟弟和同伙已经成功混入其中，救下了哥哥。而复活的 Memphis 这时候想找木匠好好聊聊，就是来一把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那种大亨和大亨之间，我们是一个段位上的，就是大亨对大亨之间的谈话，大亨与大亨之间的对接，挺好的。大亨看这俩人目前聊得还不错，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正在争吵的同时，黑警此时加入了，形成了3P 局面，不是，形成了3人局面。而黑警根本就不知道木匠的手段，这家伙甚至连警察也要射杀。关键的时刻， Memphis 救下了警察，将木匠送进了自己亲手做的棺材。而黑警此时也知道他是为了兄弟才被迫重出江湖，为了报答刚才救命之恩并以身相许，不是，是放过了他。而 Memphis 也回敬了他码头被盗车辆的地址。而在影片的结束时，弟弟为了感谢哥哥，自己卖了摩托，花钱把那辆报废的伊利诺买了回来，并重新翻修送给了哥哥。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们，不考虑车主的感受吗？那其实整部电影无论是当年上映还是现在拿出来重新观摩，都是一部非常值得的佳片。整部电影连贯性极强，而倒车的手法更是当时的典范。影片为了接地气，不是，是为了还原真实度，电影技术顾问真的请来了3名倒车案的卧底探员和一名现役的偷车贼啊，不是，是改过自新的偷车贼。这位天才才20岁，已经精通保时捷和奔驰的各种偷盗技术。不是，我就想问问你，这么喜欢德系吗？你不考虑日系和美系车吗？其实这两年我国产车也不错，什么夏利、桑塔纳之类的。同伴被捕之后，整个地区倒车案件下降了 17%， 可见当时地区没有我们国产车，对吧？所以在观影时那些偷车的画面才会毫无违和感。但也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成熟，这类电影已经销声匿迹了。而制片方在创作剧本时，编剧是针对尼古拉斯凯奇的人性特点才设计了 Memphis 这个角色，感觉就像我们当年的大宅门成就了陈宝国，而陈宝国的演绎也还原了大宅门一样。首先电影中的凯奇是主要人选，然后物色其他演员时让演员参与了故事的设计，这样不用说，演员在出演时候也可以游刃有余，体现了全员戏精。而印象最深刻的是，除了我们的凯奇在 4S 店的表演，还有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驾校的黑胖女。再说我们的华裔女司机，你不能转弯，你不能正确使用信号灯，你不能保持车速，你不能停车入位，哦，你根本就不会驾驶，亲爱的，我不会游泳，你知道吗？可我的屁股从来不会站游泳池的边。其实这个黑胖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是非常会演，让观众印象深刻。一般的话，在电影上映后，观众会有一张卡片，里面是所有演员的名字，观众会挑勾。观众的第一感官可不管你是不是主角和配角，所以在当年《英雄本色一》的评选时，发哥愣是把一个活脱脱的男三号演成了影帝。所以平台越完善，机会就会越宽广。而在这部电影中，凯奇为了丰富自己的驾驶技术，所以骑着自行车从马路边找了3家驾校，而在电影中的大量特技都是自己完成的。所以最后那段高速飞车落地的镜头，凯奇的表现把当时对于危险的紧张还有伊梅和眼的疲惫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当然后来赛车也成为凯奇的烧钱手段之一，而不是爱好之一。其实在电影里面没有真正的谢比尔 GT500， 都是剧组人员将十几辆的67年的福特车改成了 GT500， 仅为拍摄使用。当然最后只幸存了7辆，而我们的凯奇必然也会收藏一辆用于平时兜风。而电影中那50辆被盗车辆都是精心挑选，既有超跑的拉风，也有中古车的底蕴。其实这么一个国家的底蕴真的不需要有多少武器的威慑力。我想和其他人交朋友，我毕竟要展现出我可爱的那面，不能展现出我霸道厉害的那面，那样对方也会敬而远之。同样城市也是，而中古车在公路上行驶是一道漂亮的风景线，并且是一个国家的祥和和工业底蕴的代表。在日本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性感的大霸王、12代的老皇冠，还有90年代的公爵王。而德系的中古车里面，像是奔驰的 R107 或者宝马的 139， 那就更是比比皆是了。而电影拍摄地本身就是洛杉矶，富人居多，更加同时出现了大量的中古车，真正体现了 American 的工业底蕴。当年父亲可以开着车追老妈，现在孩子照样可以开着车去把妹，哎，不是，是可以交女朋友。我想如果北京马路上还能跑着之前顶配的夏利，或者上海街道还有90年代的普桑，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知道我可能想多了啊，当然别窜烟啊，窜烟就没收了。所以好莱坞的电影总是给我们那么那么多可以被吸引的点，而在影片中追逐的戏份更是编剧绞尽脑汁，因为双方都没有坏人，而 Memphis 是心地善良，为了救弟弟才回来偷车啊。当然60秒就给人偷走，这事咱不提啊，比偷电动还快。那边的警察也没有错，总不能扫亮小黄，不能不追呀。
反而要以凯奇的演技和惊心动魄的场面来抓住观众的心。总之，还是推荐大家去看过原著，因为那样追车惊险刺激的镜头真是过瘾，而不像你开着坦克潜艇追我，你也得完蛋，因为你是坏人，你是配角。我是主角。好了，总之爆米花、啤酒、可乐准备好吧。花花只分享值得观摩的电影，记得点击订阅哦，拜拜。